我在录影，对对对，在讲。好，这用这一根，对，用那个圆的大的那个，再调调，这个不可以动，好，哪个不能动？这个不要动，调大的是才可以。老板，我录下来，你再讲一次。预备，开始。上面这一个是不可以动，是锁上面这根柱子的，那个要能动，要调整角度，调整只能转圆圈的这个，对对对，这就调整只能转圆圈这个。那开关在，开关是开关在后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转可以转的那个，这个插电之后开关，对，转可以灯的大小明暗，在那边，你可以拍前面的明暗会不一样。好，这颗是转明暗，对对，这颗明暗，这个是开关，对对对。好，两边都一样嘛？两边都一样，它是啊。对 ，OK。哎，那我要前进的话怎么？就是也是转这个前进这个手臂嘛，这个手臂。前进要怎么？拉长就好，就这样子往前拉，拉长。哦。所以要给 model 做。对，好。那有一个去做 model。永宁，你坐下来当 model。我坐好了。好，你坐。啊，你在拍照啊？你学啦，让那个。哎，再一个男同学来当 model， 好不好？帮你坐一下。来，啊，你们学。那个坐，我要学。好，当 model 坐，然后我学。那两边都是吗？我是去练习那个。好，可这边的线还没好。这边还没，还在走。哦，这边的那个插座还没好，那不行。对，就是可以前进嘛，哈，你要前进就往前拉一点。啊，不是要配那个投影吗？这个镜头用这个可以直接。这个啦，这个镜。那现在怎么开机就一样？刚刚他只叫我关机，没叫我开机。机就你要按红色按钮。现在是关的吗？按红色按钮。按着。好，这样好了。然后其他就等它亮完。那这个嘞？要等它亮完。它一个一台一台开。好。关机也是，开一个就好了，关一个就好。所以隔壁也是，就是按着，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灯亮。应该老板设计的都是这样。这个保护多久？会不会用一年就坏掉？没有，就是要规定不会用的不可以用这个，要吗？对，要找回去，要找。要等它跑一下，它真要先跑出电量。好，然后这样子才有力道。然后是无线，那只是无线的，对，老师可以带着走来走去。那这个也是无线的，对对对。摄影机也启动了。摄影机启动，对，还有看到。这个是可以带着。对。这只，然后这边上对，然后这个是挂的。有盲测试。有吗？你去照他，你去照那个学生。哎，肖总，遥感。哎，什么？我不会控，我不跟。这样子啊，这样。没有啊，他不会动啊。哎，怎么没反应？开机了，他开到了吗？有按到吗？哎，好，我按到。按 open， 按一下就好。对，是有按到啊。哦，好，就是开机按一下，关机要长按。啊，声音呢？它镜头没动。音量是从哪个？它刚开机。对对对。这里要动吗？没有，它昨天会动，今天。有啊，钟老师有写，不可以手动，一定要用机器动，不然坏掉。就是手标去转那个。有，他在群组里讲了。怕会转。对，不然它坏掉完蛋了。哎，它没反应。开那么近。它这里有写东西。有啊，应该是。可是它这个不会闪。应该跟那边的。所以还要再等一下，要等一下。对，等一下。然后这个麦克风从哪边调？它这麦克风的音收量很好哎。就是那边有贴，那边有贴按钮。只是这边的教室的关系，所以不能靠太近，要不然它那个会两只不能太近。不能跟那个上面的那个喇叭太近。啊，那隔壁有麦克风吗？有，都一样，一只这种，一只这样，一只是那种。隔壁也是一组这样，对，也是一组这种的，一只手持，一种是那种隐藏，就是隐藏的。没反应。哎，这间教室桌子设计是不能架脚架的，它是只能上彩妆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发型就锁定那边跟那这里可以吗？不够，那个深度不够。彩妆教室那个摄影机。不过这个是专业是给化妆的，真的。是啊。外国是给化妆。可是它插座够啊。当初这一间设计是要吹头发的，但是桌子的深度不够。这个高度吗？那时候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因为已经弄好了。有点上哦，等一下这个现在故障了。它这边有个故障，一定有谁又把它忘记了？
有人有调过、啊，大家把设定改了以后就找不到了。对，谁改了设定？不知道。所以反正就是要操控，就是动这个就好了。可能昨天有不知道在那边按来按去，然后就没有。我是说要怎么去调？对对。开这边，就是到时候就是用这个镜头来扫。嗯嗯。秀蛋姐，好，坐一下，再上去。哪里是被动到？周老师，那时候不是讲好两间都要黑色墙壁，怎么会变这个颜色？就是设计师觉得，如果都黑色的话，它就没有那个延伸的感觉，所以这一间这墙壁涂成。紫色比较有那个时尚感，真的吗？然后再来天花板呢，我那时候设计图两边全部都是那种天花板的，这边怎么没有换呀？没有，他后来就决定这个就是用原来的。可是我们的预算那时候这笔钱是要内涵的，没真的，那时候我在画这设计图是要内涵进去。那，嗯，你要替我呀？我觉得天花板怎么还是旧天花板，不是那种隔壁专业的。被按到了哈，地址被按到了，应该是五 D 啊。它没有内涵进去。嗯，应该没有。所以才说那个门不应该收钱，因为我们当初学校在提，我都有讲说要内涵。只是设计图那时候是没有画，可以有画到吗？哎，被按到了。设计图没有画到门，可是那边的那边的门也是临时。所以那以后他们被按到的话要怎么切？要怎么弄？我刚才是一码，所以他应该要加进去、啊。对，就这样。刚才被按到五码。对，那边他在一码。那老师要来学啊，你要快快走秀。OK。老师，我跟你讲一下哦，这边一定要在这边要一。因为刚刚被改成五、哦、所以以后如果你是变发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对，就按一，再按这个就 OK 了。按一，按这个就可以调整哦。所以有人按了，是可以跟他们像织网织工、树莓合作的。好，那个计划。之前提案已经过，现在在等交。再讲，就是刚有人都按到五，所以不动了，所以你要先按一，有没有？啊，按一。再按这个，这边一定要一，这边一定要一。哎，录下来。有在录。所以就有按断按，所以就变。好，然后现在就可以，你坐着，你不要动，我来调。然后你不用这个。然后这是转，是前进或转转。哎，很高清哎。北近跟远跟近，哎，谁挡着他了？你一直看镜头。哦，可以嘞，可以。好，那所以我现在想，比如说我画纸图了，那你可能调整看镜头照不照得到，那试试看。然后你看那个单枪有没有？好，就是一起联动。哦，对对对，跟那边的比较好。你移错了。因为过去那边，哎，老师，你可以看那个镜头，你可以看那个镜头调整。对。因为他说他可以几乎360度，它是360度的，是整个可以照后面同学都没问题。27吧。为什么720没有装啊？这一次办研习啊，被高职的笑。那个我也不知道，720不是我们管家。有哦，太好了。您说不是我们产物就好。对。啊，就是要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上课示范。然后后面就有投影机，老师同学他就可以看得到。有没有很清楚了？我就不用再搬那台40000多的。对呀，你看后面。哎，这一组会很贵吗？应该每间教室都要。那个蛮贵的。多少？赶快再提啊！哦，好清楚哦。哦，我懂了，现在这边缺。对。周老师，我要提4台电视，然后电脑主机，然后504、505都要再装这个。我记得那个好像10几万，那个镜头要十几万、啊。我记得。因为它是整个含在一起，可能要细算。对，我记得。光一台我不记得。那再提两台，一个504。